今晚开战吧。儿哥啊，哎，疫情期间在家你都在做什么？哦，我过得很充实啊。你过得很充实？我不会像有一些人在家里耍废这样子。真的？家里看了好多书。看书？说来听听看哪些书。像那个熊熊的啦，还有巫以轩啊，还有林莎的。不是，那个不叫书，那个叫写真集。哦，有没有看一些正常的书？到底？有啊，我有看他们的脸书啊。我到底为什么浪费时间跟你聊这些？嗯，观众朋友，疫情在家是该耍废，还是应该积极自律的充实自己呢？欢迎收看《今晚开战吧》。现在我们欢迎积极宅代表。不要积极的哈，哎呀，我这是消极宅的代表。消极宅讲得太好听了吧？其实就是耍废啊。就是耍废嘛，对不对？消极宅。但玉玺虽然是耍废，但你听说你有新戏要宣传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阿姑呀，哎，我们一起合作了一部单身那个神剧啊，神剧《神之乡》。哇，这部我看那个预告，真的好像很厉害。这部戏真的集结了很多大咖，对啊，你看哎，黄世贤，这个李仁哥，李仁哥，连 Janet 都他出来演了，加个那个。波比天后才华姐，还有这一尊，你看看，长泰珠牙毛的毛燕，还有关圣殿官毛燕，说一下这个大彩华姐，你把它弄那么小，对对对，因为怕观众会走光。不要这样子乱说话，好开心哦！我之前都不能这样，因为我脚受伤，现在好了。对对，听说你因为拍了这一部戏牺牲很大，好怀念拍戏受伤了，对对，这一部我们。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，然后每个人都练很多才艺，像我练雕刻，他练打陀螺，还有扛神甲，就是一个在大溪的一个算是文化传承，然后有亲情跟爱情，还有友情义气结合在一起，非常感人的一部神片，叫《神之乡》。是每周日在那个东森戏剧台晚上8点，八点。这部戏当然玉玺，因为玉玺真的。跟他爸比起来，他真的相对的优质了。爸爸也很优质，是傣族出好笋的概念。我比较不好意思说，真的是神剧啊，请大家多支持。因为我们台湾在地的这种风情，好，可以回去了，然后就可以啊。我们可以宣传一整集啊。不用，不用是吧？还有别的来宾，没关系。你知道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把它放在这里就好了。谢谢。对不对？那我们把它挡住。在那边干嘛？好了，我们现在问一题啦。疫情整天关在家，大家会同意在家其实就是应该好好耍废吗？请举牌。哎，还真是正面两个都好。奇怪。很秉持自己的想法。如果像我是因为我长期都一直在耍废的人，真的，对啊，所以像刚好碰到这个疫情，一开始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多网友或者电视机观众朋友应该很开心，就觉得哇哦不用做什么事情啊，真的好开心啊，一个礼拜，哎，两个礼拜会慌，变一个月啊，对，就开始大家就会有那种恐慌的那种心理。其实我很想耍废，你很想，但我耍不了。那你可以跟那个人，我们教你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其实要耍废要看身份。嗯，我身为一名母亲，我怎么耍废？对了，小孩在旁边奔跑，我怎么追剧？啊，对。对啊，可是呢，不能交给老公吗？老公就是我们分配，老公比你还废，对不对？网友很多不同的看法啦，是是。我们来问一下西姐，情报站大调查，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合作问卷调查，让所有粉丝观众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。由情报站特派员西姐为众多网友发声，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。疫情啊，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节奏。但是对于某一些人来讲呢，他们是非常开心可以待在家里，因为啊，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好好耍废啦。就
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根据今晚开战吧的官方粉丝团，还有嫖汉女人话题的这个合作民调呢，整理出了一个圆饼图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其实只有35.3%的人是属于这个积极派，另外呢64.7%的人是耍废派啦。这个耍废派的网友就表示呢，曾经就是7天没有出门，然后也没有换睡衣，要不然就是除了睡觉跟滑手机之外呢，什么事也不用做，反正呢那道门也出不去嘛，那一切就都不用麻烦了。各位，今晚你是哪一派呢？嗯嗯，对，没有出门干嘛要换睡衣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睡衣也除非你晚上睡觉你会流汗，你把它弄脏了，或者有一些外在因素把喷到整个衣服都怎么样的？怎么样的外在因素？喝酒喷到的。哦，喝酒，或是喝汤啊，或是什么？你都是喝酒喷到的。都是喝酒喷到的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黄灯辉，你居然是规律的。我超积极的啊！怎么看行程表？要不要？真的吗？我想我别太豁然。你的人生不都琪琪在安排的吗？其实他是安排我赚钱的那一部分哦，对，其他的部分都是我自己安排的，所以你是你家的摇钱树，他是我是我家的生财工具，生财工具，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状态保持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开始很积极的健身，我像我的行程表里面有，因为我发现体力蛮重要的，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太多，那体力如果不好的话，像如果我尤其我们当艺人，是我们如果身体受伤或者生病，所有的工作就都没了。没错，我们是靠身体在赚钱。我们不是事业，我们这个是算是一种劳力，就是劳力活，服务业。你是靠身体，那像他是靠颜值，对，对不对？真的。我如果可以当后勤，想谁要当后一行，我也想靠颜值啊，谁要那样？你这样想这样，你这样对前辈不敬。对啊。他在天上，我每天都有拜他的。对，不要在那边攻击。但我很努力，就是我早上起来8:30就会起床，因为9点要开盘。你真的是调闹钟起来吗？我是听到叮叮叮，我就马上弹起来，因为要看试搓了。对对对。哦，因为那个攸关钱的问题。对对，然后在盯盘的过程中还要盯小孩功课。哇，你可以看股市看3.5小时啊！哎，对，我都忘记，其实你是高学历的耶。股市它不止3.5，它是9点到1:30收盘，11:12，4.5小时。对啊。哇，你真是菜篮子哎！对对对，那因为在家没事就可以做这件事，那现在上班就不能看。对啊，不然我们先不要录，我先去看有没有上。好奇怪啊，因为其实你很容易被取代，像没有颜值就比较难。对对。然后就帮小朋友，就是帮他们上课，像他要这个上小提琴课、音乐课，然后还有上数学、国文，然后教他们写作文。你这个只是接送吧？没有没有，他们都在家了，疫情在家了。哦，我是跟他们24小时对定，所以我在家很多事要做。然后还会运动，然后晚上自己的时间就是看书、看电影、读剧本，对，然后要早一点睡，因为早上又要起来看盘。对，所以你12点你就可以睡觉。我每天的行程都这样，然后很规律，然后还会有健身，不会失眠或什么之类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只要想到明天早起看盘，你就要赶快去睡觉。其实很累，你真的不会失眠。真的吗？那这些时候琪琪在干嘛？讲的一部你都很认真，老婆都在耍废。翘脚黏嘴丘，最好调咖黏嘴丘。对，我都我在弄，所以都你在用。那真的琪琪真的是嫁到一个好老公啊！算了，真的。但因为我有小孩，我不得不自律。可是没有小孩的凯莉，你在忙什么呢？因为之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我算很废很废。然后但是疫情开始，我就也废到腻了。就觉得好像不行这样，不然每天头昏脑胀，所以我自己就安排我每天的行程，就是我是很早就起，一个年轻人7点起来，但其实会很多时候都是6点就起床。你不太适合走演艺圈，演艺圈很少人有这么自律的。自动起来还是有？对，我是自然醒，就是闹钟还没响我就会醒了。哇，好适合生小孩。对啊。很规律的生活，然后醒来之后我会先打电动，就是醒脑，因为我们有即将参加电竞比赛嘛，然后这也是一个功课。他不一样，他起来要先打小孩。先打小孩。我会先打电动，然后再来就是吃早餐要配一部电影这样，因为如果看电影的话，可能大家只是
那个打发时间，可是我会先去找那个电影的背景，然后导演跟他的一些得奖作品跟功课，想要去分析这个电影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睡个午觉，不敢相信有人十一点在睡午觉，我觉得因为吃完早餐就想睡觉。这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公公的行程，跟我阿妈行程差不多，十一点睡午觉，对，就一定要睡午觉，因为睡午觉起来就是。头昏昏的时候就是做一点运动，然后接着就是看书，看一些塔罗牌的书啊，跟一些哲学的书。像我有阅读障碍的，我就没办法。你有阅读障碍，我只能看一些图片、画面，对。然后看书之后就是一样，就是看影集跟动漫，最近在追动漫。然后追完之后，我会把这些今天看的电影跟剧整理资料，然后录进我的那个 podcast 里面。哦，哎 ，podcast 叫什么名字？叫所以。我的车停哪？啊，你应该我去订阅。其实你应该这么妙，所以我的车停哪？对，我还有聊动漫，还有另外一个搭档。其实你应该就用你的名字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凯莉娘，对不对？太奇怪了吧？我一定很怪，听起来怪怪。太奇怪了。其实这个名字会红哎。对呀。对呀，要听罗哥的话。宪哥帮你取的多好啊，凯莉娘。对啊。然后后来就是。录完之后呢，我就继续追剩下想要追的，然后我就去睡觉了。你九点就睡觉？差不多九点十点。好早哦，怎么睡得着啊？这时候苏子成才刚起床吧，九点。刚睡觉。对。他想要刚睡。我本来觉得我算是积极的，但是你哪里来的啊？哎，你的格数好少哦，一二三四五格而已。我也会看股市。但是我是看收盘，就是一点起床，差不多一点才看，一点才起床。对，而且我很懒，就是我会直接传讯息给妈妈，说我起床了啊，我们午餐吃什么？觉得你们家在200平？没有没有，其实很近，但是就是刚起床也不想大声呼喊他这样，所以就是都是直接躺在床上用讯息。我是都跟我老婆这样子啦，因为我不想跟他讲话。我大概是就每天固定就是在床上跟妈妈这样传个讯息，然后她叫我吃饭也是用讯息，然后我就下去吃饭。那还不错，她还有跟家人聊天，就是跟家人的那个真的互动变多的感觉，对对。然后就回吃完就回房间就躺床上，好废哦，好废哦。其实你要不要就准备一个桌子在床上的那种，你干脆连起来都不用。我其实就像那个直接送了。我其实床旁边有个零食柜，我自己买了一个小箱子，然后放一堆零食这样。你就用一个饼，然后用线子串一圈，然后放在这边，你就可以不用。哎，我真的什么，我什么东西都可以在床上完成。充电线，然后电动开机钮什么，全部都在我床上。我因为我是双人床，我旁边没有人，所以我就遥控器全部都摆在床上，吉他什么全部放床。天哪！旁边没有什么充气娃娃之类的。还没有，还没有。对，然后就吃晚饭了。然后你就玩4个小时哎。就是差不多在床上。你跟与家人聊天是不是制作单位硬写上去的？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套。会啦，会见个面啦，见个面啊，不一定会有爸爸的。爸爸会喝酒啦，所以他吃饭时间比较长，会陪他一下。哦，然后就再回床上。你就是生活在医院的感觉，就一直在床上。哎，真的蛮废的。那你说你到底看了什么书？有什么书？我真的是会看书。讲2本来听听，我不相信。我最近看了《记忆的玩物》，然后《记忆》。多哥。他是精益求精的精益，记忆的玩物。然后看了一些日本悬疑，然后还有一些关于歌舞伎的书，这样。其实这种行程很让人羡慕哎。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哎，我觉得你没有小孩，其实也就会变这样的。哎，如果没有小孩，我以前好像有一度这样过，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就无法。对。但我觉得你还是会有那个责任感，就会啦，因为小孩还小。我跟你讲，我在没有结婚生小孩之前，我是一个就是，非常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然后想干嘛就干嘛，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人。因为我的目的就是快乐，但我有了小孩跟老婆之后，我的目的快乐就不见了。我连笑起来都不快乐，我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。然后取而代之的就是
给他们好的生活，让他们吃得好、住得好、穿得好、睡得好，快乐都没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会拿阶级抱怨？我没有抱怨的，尤其是丈母娘要太多，吸血鬼啊！不要这样。奇葩也蛮常来的 ，KC 哦，他有来的，尽量不要再发达来了。那丈母娘万一空虚寂寞的时候，会不会跟女婿要？他会找我喝酒，而且喝完后一谁谁聊。他会要钱，好要钱，其他的不会要。钱没有要钱，他会自己抽。好了，下次愤怒哎，你有愤怒吗？我看到另外一个是最废的那个，我已经觉得我是笼中，我已经觉得我很废了。你没有，因为我已经长期习惯，就是早上看到太阳啊出来了啊，可以睡觉。对啊，我真的太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防疫在家，我觉得我就只是一个会活动的植物人。这是我的行程。不可以耶，你还说他短，你比他短，还在那边讲人家很短。那个晚上七点起床是怎么回事呢？是因为一刚开始警戒的时候在家就先熬夜打电动嘛，然后可能两三点睡，然后再下一个礼拜五六点睡，再下一个礼拜七八点睡，然后一直到你知道防疫时差，对对对。他刚才说他今天还没睡，我还没睡觉，等下回家就睡觉。那你上一次起床是几？昨天晚上七八点左右到现在，完全这样越过这样。永哥，软骨素胶原定，灵活小白定，五大成分，一天一定，帮你守住关键。佩服佩服佩服！而且那个睡衣的事情，我完全同意，因为你没有出门，你该不会连澡都没洗吧？哦，对啊，你是我女儿，我就把你打。我跟你讲，我大概三天洗一次澡，省水啊，真的缺水。因为我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便利商店补一次货，我一次大概都买1000多块的零食。1000多块很多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就这样丢在沙发上，然后就躺在旁边。然后有一次和美，她姐姐有种西瓜，然后说啊，西瓜20公斤好大，我切一些，我拿去你家给你。我说好啊。然后在下一个礼拜我订了荔枝嘛，我想说后醋冰我要分他。他说你跟上个礼拜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说哦，我没有出门啊，我上一次出门的时候就是你拿西瓜给我的时候。哦天哪，然后接着吃晚餐，吃完晚餐之后呢就继续打电动。为什么这边会多一个追剧追动漫？是因为有时候打电动会卡关，你就要转换心情。而且我会起来吃晚餐，我本来都是在床上。我会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床垫凹陷了，睡太久。因为你长时间维持一个姿势，在那边它就会凹陷下去。哎，你跟凯莉一样都9点睡觉，但你们生活天差地别。一个生长在东方，一个生长在西方。对啊，好废跟好积极耶。对啊，罗哥，你小孩每天这样，你可以接受？如果像疫情期间你这样子废是还好，但是如果在上课时间，那当然就不行了。对啊，那我跟我小孩都有讲过，就是说像我们艺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常。那耍废，没事的时候可能就很废嘛。但有戏拍的时候，什么再早也都要爬起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早上5点的通告，你可能3点你就是要起来，要整理，要弄了。我觉得演艺人员是比较特别的生物，就责任感。对对对，责任感。那你追剧跟打电动到底有多疯狂？就是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：萎靡。萎靡。不正。因为我是玩 Switch， 哎，你们知道 Switch 玩手把会没有电。对，所以我就买了2台 Switch。哇，你买2个手把就好了，你就买2个、4个手把、8个手把就好了。可是你单买手把没办法充电啊。可以，现在有那个1G多充的。对啊，真假的？亏你还是电玩女王。买2个。被骗。反正我就是买了2台，然后又多买一副手把，哎，这个没电，你就可以把这个拆下来装上去，再继续，你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。就算没有疫情啊，我也是一个死宅女，因为我太喜欢看动漫啊、打电动那些，我家都是这些东西，就是英雄学院的公仔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做的蛮漂亮的。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周边，哎，玉玺不是也爱动漫？好可爱哦！我也喜欢。你看得懂这些东西？我看得懂，我自己也有收藏，只是我收藏的比较大，所以没有带来。我们公司有一个音效师，他就是哇很喜欢去夹娃娃机，他就夹了一堆，整个
那个橱窗都是他的公仔，就看他们就会很疗愈啊。所以如果像有看《鬼灭之刃》，就很想要买里面的那个相关的东西。对，《鬼灭之刃》是我们家啦。你们家？你儿子吗？我老婆、儿子、女儿都是啊。琪琪有爱《鬼灭之刃》哦，弄到整套的鬼灭服我都有带来啊。哇，这是富冈义勇的啦，我还要陪他们打架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一下子要水之呼吸，一下子要火之呼吸，弄到后来我都停止呼吸了，就这样哎。其实有这种爸爸不错哎。啊，这一根是炭治郎的，有没有？水柱，水柱，全体重呼吸。阿尼伯，阿吉吉。哇，这是那个善意嘛？雷之呼吸，电光一闪，混气。恭喜阿尼，阿哥吉吉，阿哥吉吉。要吗？这火柱，红色的火柱，火之神神了。阿尼，在钢底下，阿去追壁怪，阿看到什么就买什么。对，这些东西都是你帮他买的。哎，那你是孩子王哎。然后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一套制服，然后会在那边飞来飞去。他们都是那个鬼灭队的啊，我是鬼。一直被杀，他们是鬼灭，你是鬼，我是鬼啊！我就要一直对啊，被他们杀这样子。你不把骑马找出来，让他当鬼，骑马是姥姥，姥姥，蛮感人的啦。那子成，你还去追星哦？因为我除了你自己本身就明星了，你还去追星？看动漫之外，追动漫。哦，然后还要追韩剧啊！哦，韩剧啊，韩剧我每看一部剧就换一个老公。他跟我老婆一样，我老婆已经改嫁很多次了。你最近老公是谁？《咒术回战》就是二 D 的，是？对，《咒术回战》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五条悟，超帅。我跟你讲，他完全我的菜，他老人一头雾水。我跟你讲，他身高190，而且他超幽默的，也长得很帅。而且因为我现实中有男朋友嘛，然后我就看着，我说五条悟好帅哦，他是我老公什么的，他就会生气。谁不生气？我都想生气了，生气。他本来是跟我一起看的，然后自从我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他就不看了。我每次只要开那个卡通出来看，他就会生气。啊，他说你不要看这些很幼稚的东西。你自己本人是一个艺人，你居然会去追一个虚拟的明星？除了虚拟的之外，我有追真人的。谁？我前一阵子很迷那个鬼怪。孔刘嘛，他有来台湾开那个见面会，有，然后主持人是焦哥，是，他就说，那今天我们很感谢孔刘，就是这么久来一次台湾，我们要给你的粉丝孔太太们一些福利。他说你讲一句话，然后请他们录下来，可以当闹钟铃声。我用到现在，我用到现在，真的还是假的啦？我要给你们听，我一定要给你们听。你用到现在是因为太费忘记换吧？没有，但我跟你讲，大概已经三年了吧。疯狂啊！疯了！你应该不觉得意外，琪琪也是这路人。我看到我老婆的影子啊，是不是？她每天在家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你会生气？我是无奈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对老婆生气啊。嗯，对啊，然后她会一直叫我陪她追剧干嘛？我就讲啊，这也不好看啊，为什么要看？因为你得陪我看啊。然后我就勉强陪她看，我就说，啊，他这个背景那个树是不是假的？他很不花钱，然后他就说，人家这样子拍已经很不错了，你电视剧你想要多真啊？还听他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，你不觉得他们演的好像他们演来演去都演这样？说，不，你是广告，你是广告，你去演啊，人家可以演韩剧呢，你呢？你在干嘛？啊，都一直叫我妹，啊，别逼啊，不想看。然后跟他讨论又要被骂，哇！你一个金钟的这样被他侮辱，对啊，都被侮辱啊。然后他又去参加什么朴宝剑吗？对，朴宝剑嘛，因为我只认识朴信惠，朴宝剑的那个还是朴学亮，是见面会吧？就是反正就是可以听他唱歌，然后跟刚才一样，他会说我爱你，然后一直买碟卡啊，阿德花了。应该是3000-4000还是4000-5000买门票？对，那个很贵。因为不止艺人，包含记者朋友什么，哇，大家都是把他当这个老公在看，真的。但我现在老公已经不是他了，又不是他了，就是我现在是五条悟啊。就是你真的很水性杨花啊，你。五条悟到底是什么？以前动漫的人物，动漫的，来一点真人。玉玺，你有？我就只有一个老婆，但是她最近就结婚了。
所以我很难过。对，新垣结衣。哦，这个呢，我的也是结衣啦，但是我的你是名字比较长，对，五个字的。你不是一哭二闹三上悠扬，今天不聊一些得体的事情。我从国中就喜欢他，一直到现在这样，他每一部戏都会看，真的很喜欢他。我去日本路上只要看到他的照片，就会跟他合照。然后我他结婚之后，我还发一篇文回忆我们的过往。你回忆过往？哎，那是你自己的回忆，你们没有过往，很多很多很多过往。你们宅在家里的时候，脑中都。粉丝还会帮我跟他合照这样子，哎，怎么有这个？他 P 图的啦，好像哦，别人帮我 P 的，好像哦。如果你不是长那么帅，真的会想揍你，就是那种宅男的行为。我觉得搞不好以后你们有机会一起合作拍戏。对啊，哎，我不知道有那种预感。你自己想，如果今天那个玉玺连换黄灯，会想不想扁他？亵渎女神，那就完全都想打自己。哎，其实你可以发愿哦，可他已经结婚了。就是结婚了才有可能啊，结婚才有可能。对，没有结婚也是可以活标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到底在努力？这阵子学一下日文。人家结婚了，所以你现在买整套漫画的意思？就是疫情期间就会想说，没事就在那边逛网拍这样。嗯，然后。本身就也很喜欢漫画，所以就是有收藏漫画。哦，好多、哦！这你收藏的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不是图书馆啊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的，就是我喜欢的，我就会买整套放在家里。多、哦。结果前阵子因为不能去买实体，就是直接用那个网拍买，然后结果买到盗版的，画质很就画质很差，然后纸的材料也很差，然后出版社其实也是错的这样。嗯，对。然后最近就是因为神之乡。神之乡也是一个漫画改编的戏，所以在这边再宣传一下。是，耶，神之乡，播出了。所以这个是正版的吗？对，这是正版的。哎，漫画改编，然后成真人在演，对对很好看哎，真的会很棒哎。而且卡斯很坚强，再宣传一次。海莉有没有觉得这一切很荒谬？蛮疯狂的，但我自己是对电影比较疯狂，就是我其实我跟灯辉哥有点像。我跟朋友看电影的时候，我都就是在剧中直接分析，然后我是可以就是最近因为太常看了，然后有几次是那种男主角就是一个眼神，我就说啊他爸死了，然后朋友说屁啦，然后下一幕他就说我爸死了这样，哇，就是我已经看到就是看表演，然后看剧情走向，就是看他们套路，对对，就是那种剧的套路，他可以分析下一秒会发生什么，对对对，然后好几次是我朋友就直接生气说不要再讲了，因为都讲中，对，然后我就后来就好，那我就自己看这样，然后最近也是蛮疯狂在追那个刚那个。咒术回战哦，咒术回战那个动好垮啦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很红，然后真的好垮啦，很红，最近很红。五条悟是不是很帅？超帅，超帅！你一直要介绍到底，所以都要姓五的五条悟。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动漫，然后我就是很难得的熬夜几天，然后到天亮，然后我就直接得胃食道逆流。其实自律的人真的会善用时间。嗯，说真的，大家这样这都没办法外出，应该都很闷，对不对？我很好奇，网友宅在家还会做些什么？细节啊，跟我们讲。当然，除了这个耍废之外呢，也是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的啦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帮大家整理出来了，总共有五名哦，包括这个写书法啊，学古人修身养性一下，或者是研究园艺，然后帮你的居家哦布置一下，布置成一个很温馨的地方。再来呢，就是运动啦，是一定要的。然后第一名其实是最多人哦，就是说这个防疫期间养出了很多大厨，因为大家的厨艺呢都倍增，包括我本人。妈妈，我终于会煮泡面了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也没什么。不过这阵子我真的因为了要煮菜，因为不能出去，不想一直叫外卖。我就还添购了很多那个厨房的用品哦，对，就为了跟小孩互动，比如说调面包啊，你倒两瓢面粉，然后我也弄两瓢这样，你知道亲子时光，然后真的就觉得自己好像蛮会做菜的哦，就是被艺人耽误的那个大厨，哎呦，因为之前都没有时间碰这些，然后现在刚好有时间，其实他们都很厉害，只是他们没有去开发，是，所以这段期间其实大家每个人在家里面开发很多。以前不知道技能，真的？那你有开发什么技能？我你在家都有什麼？我开发我老婆，开发那么久了，讲一些还没开发完可以播的。听说你有一个兴趣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哎呦，
什么兴趣？玩盆栽。哦。听说你有几百盆。哦，但都挂掉了。玩到挂掉，那是哪是什么技能？因为照片是。还有照片啊！哎呦。照片就是你自己把它变形的吗？是是是。你手捏的吗？它是微型盆栽了。嗯，然后在日本叫做拇指盆栽，它就这么小，就小一个这么小的一个，这么小，这么小，好可爱，这样子，没有，就小小，而且你把这样拍起来，好可爱啊，这么小，对啊，就是，它就跟你一个打火机高度一样，那这怎么照顾啊？就你要特别用心去照顾，所以你的都挂掉了，对对对，我最多的时候种了好几百盆啊，好酷哎，大大小小不同，然后有小型有中型的，但是我没有到大型的，这个盆栽就是跟小孩子一样，嗯，细心照顾，你小时候你怎么样把它雕塑，嗯，雕塑成怎样，它长大可能就是你希望要的形状这样，一盆贵吗这样？这看名家，如果名家种出来的，然后他有到那种，比如说这种小小一盆，可能就好几十万。哎呦，好几十万，几千万上面，几百万都有啊。但你就这样轻易的把它搞死，很贵耶。这个不用，其实我都是去买树苗，树苗有的是这个几十块，哎，一百来块，一两百块，然后就慢慢雕啊雕，哎我。雕好以后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希望你能够陪我久一点。啊，但是有的就不陪我，哎，就很快就挂掉了。因为在家里面，像小朋友会，你必须要盯他们一些才艺或者是功课。嗯，像我儿子他就要学这个大提琴，那我本身我只会弹吉他，大提琴我是不会的。嗯，但是我听他的音，我就觉得不知道他在拉什么，就觉得很怪。大提琴练久了以后，他走路会变那个 O 型腿。对，会外八。男生还好。还好。然后就听听听，就觉得你在拉什么不对，我就开始去找正确的 YouTube 的影片来看。我看完之后发现他拉错，我就说你这样不对，我来我教你。然后他就呛我，你又不会大提琴，你凭什么教我？老师说这样才对。哦，我说你那个不对，你那个不对。这个时候还不打他，在等你。没有没有，我说你那个不对。我爸爸，你爸，我是音乐人，我一听就知道你这个音是错的。你才不是音乐人，你是阴阳人。反正他就不相信，然后我就赌气，我就为了证明我是对的，我就开始练。然后后来我就拉一次给他看。哇。哎，你这个音乐人，你立马自己自学自练哦。没有那么好听，但是我的音是对的，因为我拿弓的姿势是错的，但是吉他的和弦跟那个按的那个其实差不多，有点甚少。所以我音拉出来是对的，你看这样才是对的。然后他就服了我，后来我就变成他的家庭老师，所以我为了教他大提琴，弄到后来我也会大提琴。啊，这真是被逼的。然后像我工作就是要拍神之乡就学木雕，嗯，我现在在家憋气，因为我之后要自由潜水，我可能要沿海这些，所以我在家有很多事情都是我接到什么任务我就开始去做这些东西，嗯，所以我觉得我的技能都是在家里面被逼出来。那你为什么可以？帮猫打针哦，因为他肾衰竭，然后医生说要住院，我舍不得，因为最后时间不长。他说，那你舍不得，你必须要学会皮下打点滴，才可以让他在家里面照顾。我就说没关系，我学。嗯，所以我为了争取跟他可以相处的时间，我就去学怎么帮猫打点滴。我现在超会打，你需要打我可以。不用。不用麻烦你。对，我很健康。如果你以后有这个需求，我现在很会皮下。可是像目前现在讲起来都是比较造福家人或自己。嗯。接下来这一趴我非常的期待。哦。哎呦。对，因为这一位我觉得，因为这件事情我帮他加了15分。是，怎么了？海丽，听说你海丽娘学会塔罗牌，因为在家时间真的太久了，而且我超级爱看书，然后我就差不多在2天之内把一本很厚的塔罗牌书看完。2天学会塔罗牌，你要那些塔罗牌老师怎么活？没有，但没有算，对，那这样不准啊。只是两天而已，没有，这不算学会，因为只是看完一本书而已，懂它的原理，对，懂它的大概的操作，但其实要帮我们更有连接。好，就是我现在这边有3张牌，然后可以牌不是都很多，对啊，才3张，大概只看2本的，2本，对，要学3张，没有，然后可以凭直觉选1张牌，然后它是星星、月亮跟太阳，直觉是不是？对对，星星、月亮跟太阳，我选好了，我选好了，对对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的就是最近的心理状态，跟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，然后要怎么解决跟建议比较好，这样。好。然后呢，那我先看
星星的好了，选星星，星星举手，好来，子辰选星星，好，选星星的人呢，其实他最近待在家是非常怡然自得的，哎，就是，是不是你这句我也会算，他刚刚不就讲了，他很 enjoy 啊，但状态不一样，但是他是怡然自得的，然后他在家其实他有一点点希望。就是他开始在筹备一些新的事情，但是是慢慢来的，因为是自在的，他不会因为待在家就很愧疚，或是觉得哦好废怎么办，或是好喜欢待在家，对，是非常自在的，因为这样人比较少，然后也不会说一股热情要做什么，不会，他是非常舒服自在在他家里面，然后做他想要做的事情，对。再来是月亮，有人月亮，月亮是谁？我选月亮。好，你选月亮，月亮的月亮，我是选太阳，星一样，对，我也太阳。月亮的话，我知道很多朋友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他在，他一直都在我们的周边，他就跟星星一样一直在那里，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星星。然后选月亮的朋友呢，其实你在最近的过程中比较迷惘，跟有点自我怀疑。哦，我自我怀疑，对，被小孩，是哪一个部分？你说该不该打小孩？但实际上，因为没有问很细的问题，那是大略的状况，就是可能你自己最近的状态，你会开始审视说，我自己该不该做一些改变了，或是一些自我怀疑的部分，你正在脑袋有点混沌的状态下，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。有建议你说往心灵的层面，因为月亮有点代表潜意识，就是你可以走从潜意识里面去找你的答案，或是找你觉得你开始慌张的点是什么。潜意识，那月亮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这个三个都选太阳。太阳，太阳，太阳。然后太阳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啊，在你的心里啊。第三个画情，很像太阳。对，来后面很高。太阳状态呢？其实太阳它是整副塔罗牌里面是最好的、最正面的。太阳的状态是表示你最近很乐观，然后非常有动力，就是莫名的觉得说好像找回童心的感觉。那这边有个小孩子骑着马，好像就是哇，我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找回小时候的那种动力，然后开始想要追寻些什么，而且是。无所畏惧的，对，最近的状态可能是这样，然后这边也很鼓励你积极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但是要小心太莽撞，大概是这样，哦，不要太莽撞，例如说那个股票按错，太莽撞了。不会冲啦，你每天做冲，对，莽撞。就是你卡受伤就是安尼啦，我太莽撞。真的，我跟但结局是好的，但过程都受伤。对，但结局是好的。对，结局是好的。对对对。所以你觉得卡莉是很准，很准，准爆了。因为他表示神之箱收视率一定很好，对不对？像太阳一样啊。真的真的，所以你花了两天的时间就背了这三个，就对了。不是，而是要针对一些情况去解释。对，就是量身打造的在这里。对，但是这个是学好技能，是耍废的，他有话要说啊。耍废还有话说。子辰，我们还是有学到东西啊。你除了一直看男人，你学睡觉还是？我跟你说，因为现在呢。防疫在家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点外送居多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点外送的速度超快，这也叫技能。之前我跟你讲，怎样快？你解释。我以前是有选择障碍的人，我这个也想吃，这个也想吃，然后每一间都想吃。我现在很清楚知道我自己要什么。哦，熟能生巧。前一天我就知道我明天晚上起床我要吃什么，而且要赶在9点之前下单，因为他9点就不收单了。我可以完整的背出那些餐厅几点不收单，他们家有哪些招牌的菜。而且可以很迅速的30秒内就订完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如果疫情再久一点，他就会到外送那边去上班了，因为他很清楚明白他们的操作。哎，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啦，就譬如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跟凯莉之前有个节目，我们改成在家录节目，摄影组把摄影机寄来，然后架好，他视讯跟我们说，你这个要怎么架，这个怎么架。你要按哪一个按键，它就会 keep low，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现在很会用摄影机耶，我现在真的可以
去那边帮你们。其实你，没关系。以你刚刚的形容，感觉我儿子九岁他也可以啊，因为有人在教啊，怎么按呢？要试试看吗？二号那个二号大哥，你让他弄一下。最好会。玉琴，你有什么新技能吗？我因为。在疫情之前我都是借由工作来放在社群上面，所以我平常不太知道怎么分享自己的生活这样。真的，你粉丝这么多你不知道？就是我都是工作可能拍一张照，或者是看到什么场景要拍一下。嗯嗯嗯，对，所以在疫情这段时间我都在家里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发文。对，所以就开始学习了去直播串人家门子啊，或者是就尽量多互动啊。最近很流行啊，是直四个人一起嘛。疫情当中直播真的回留言这样，因为这是我很不擅长的，所以我还买了那个是那什么网美的那种手机架跟灯这样，对，在那边学这样。哦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学了开车。开车，对，因为我18岁就考上驾照，可是后来就出国念书，就都没有碰到车，回来就不敢开了。然后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想说，哎，路上车也比较少，所以就是家里要拿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会去帮忙，顺便练车。对，顺便练。那请问会停车了吗？会了，会了，只是需要时间，需要一点时间。因为其实开车没什么，其实停车是最难的。但因为现在停车格真的都很多很宽，所以也不会太难。像我这两天真的闷得受不了了，然后也好久没有骑脚踏车。嗯，对啊，我就晚上有一天就是心情很闷，我就把小踏车搬出来，要重新擦拭一下，灯这样弄一弄，油再调一调，我就骑出去，然后我还骑到信义区啊，那个华纳威秀那里，整个跟空城一样，那就好像拍那个未来电影有没有僵尸片？对，然后就好，我们是几个存活的人，就那种感觉，哇！其实是尽量不要出门啦，对。但是我最近也是有像你这样，我最近小孩真的闷到在家，你知道我儿子居然看着窗外，然后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快忘记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。”我想说，好凄凉的一句话。然后就说：“好，那我开车带你去晃一晃，可是你要答应我们没有要下车，我们就只是看看窗外，然后沿路的风景这样。”他说：“好。”然后我们就一家人开出去，就越开越远，就开去猫空。我们并没有要观光什么，但是就是真的沿路就像你讲，对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连那个外面的附近的住家都没有出来，比过年的时候人还少，车还少。对啊，我小孩也常常在抱怨啊，然后因为在家里面真的太久，然后他该看的，比如说《咒术回战》什么都看完了，是，然后他就说现在不知道看什么，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他们说，爸爸告诉你们。东森电影台7月10号起，每周六晚上9点，《咒术回战》是这啊？陈志祥，不是你为什么要抢罗哥？会有谁？陈志祥，谢谢你，因为后面我没有背，我没背。对，东森戏剧台40频道7月10号、11号起，每周日晚上8点会有陈志祥。好，新的知道了，我就跟我小孩讲新的，爸爸有演这样。爸爸有演，没有，你今天爸爸演，不是重播，没有重播。你讲新的，他可能想看，一听到爸爸有演，不想看了，真的。是很贴心啊，因为他有帮我们准备一些动漫，让我们大家在家可以消磨时间。希姐来告诉大家，有除了这个神之乡之外呢，动漫也是不能缺少的。所以这一部呢，就是继这个《鬼面之刃》之后的最强动漫啦，《咒术回战》，每周六晚上9点就在东森电影台全台首播，千万不能错过喽。对啊，东森出品。必是佳品，必是对不对？必是哦，对啊。大家不管宅在家，有建设性也好，或是没有建设性也好，都要照顾自己的健康。对对对啊，真的。之后我相信还是会回到正常的轨道上，大家还是要习惯，好不好？对，平安健康最重要。平安健康最重要。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回到正轨，好不好？今天的内容不知道你满不满意，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粉丝团留言。然后今天也谢谢各位来宾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收看。谢谢，神之乡，大家支持哦！谢谢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永远选对边。今晚开战吧，让你总是被称赞。新形态互动式综艺节目，快来订阅，按下小铃铛哦。
张哦。